距离总统大选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云林警方网络巡逻发现，去中心化预测平台开设我国三名总统候选人赌盘，赌客用钱包里头的虚拟货币就可以下注。另外，在台中雾峰，警方破获了职业赌场，一举逮捕了肇庆负责人，还有赌客共33人，当中赌客年纪最小的是53岁，最大81岁，一群人年纪加起来将近有2000岁，堪称是千岁赌团。警车破门，大批员警直奔攻坚赌场，数十位赌客拔腿狂奔，往树林逃窜。麦克啊，麦走啊，麦走啊！现场赌客年纪都不小，跑了30公尺，气喘吁吁，实在跑不动了，只好乖乖就待。别走啊，别走啊啦，不叫你啊，不走啊！台中警方接获线报，雾峰地区有职业赌场流窜，警方跟监埋伏一个多月，13号下午，趁着赌客赌到忘我，趁其夺门而入，一举逮捕肇庆主嫌与赌客33人。警方调查发现，赌客中年纪最小53岁，最大81岁。年龄总和将近2000岁，堪称千岁赌团。赌场负责人依刑法赌博罪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，赌客则依社会秩序维护法裁罚。另外，在云林警方网络巡逻发现，去中心化预测平台 Polymarket 开设我国三名候选人选举赌盘，不需要庄家设定赔率，线上赌客用自己钱包里的虚拟币就能下注。警方搜证后，兵分多路前往台北、高雄、宜兰等地查缉，一共带回红姓嫌犯等17名赌客，查扣虚拟币5000多颗，换算台币约17万元。于下注总统候选人后，如预测结果正确，即可依该平台浮动之赔率获利，反之投注金额则会归零。根据选举罢免法规定，民众在公共场所或透过电信设备网络下注赌盘，即使没有庄家，也构成违法行为，可处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。记者曾部报道。